林警官好。找我何事啊？小民有一冤情，想请您做主。有何冤情，速速招来。小民乃林大人，有个女儿叫小棉儿，口袋里装着几个小钱儿，又打醋又买盐儿，还买了一个小饭碗儿。呀，串了。此女面临高考，但心思不在心。此因在你这儿，怎么当的父亲？来人呐，拖出去，重打50大板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接您下班。哎呀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嗯，好，我把手头事忙完，咱就回家。嗯，车钥匙，给你擦擦车，在门口等你。爸哪有车呀？自行车。自行车钥匙。哎。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要是必要的心里，我能告诉你。不能。生日早餐。哎呀，平时啊，都是当爹的给闺女儿做，今天闺女儿给爹做。哎呀，哎呀呀，我这小心脏。怎么了？激动啊。爸，你放心，等我高考之后，我一定完美继承您的厨艺，到时候您就天天等着吃现成的。我等着。尝尝尝尝，肯定好吃。你都做的这么好吃了，我还尝着干什么呀？抬杠。逗你呢，逗听不懂啊，逗逗你逗逗啊。你尝尝尝尝。哎，一个月前就买的，就等今天了，看看。这玩意儿挺贵吧？嗯，不贵。爸，以后别总用你那破被子了，保温效果不好。这个是新的，保温效果特别好。哎呀，这哪是个杯子呀？这是我姑娘的一颗心呐。又怎么了？陶醉。爸爸爸爸爸爸爸，亲爱的爸爸。爸爸爸爸爸爸爸，慈祥的爸爸。你满头没有一颗牙，你满头是白发，整天嘻嘻又哈哈，我像洋娃娃。嘿。